这是大龙虾 ，Sit down please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家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来吃一个痛风的餐点，到底是什么痛风料理呢？等一下我们进去看就知道了。I can feel the music play.因为呢，等一下要徒手吃料理，所以要先洗手，这样就能安心的用手抓料理来吃了。这是它的独门秘酱，我们现在吃吃看它独门秘酱的味道。好像还有点像沙爹，然后有点小辣，里面应该有一点椰奶，是会有点呛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这个扇贝啊，这个壳就是你可以在酱汁上面掺饭吃。我觉得这好下饭，好慢。然后这边啊，它提供工具可以让你吃料理。就吃螃蟹啊，或吃龙虾什么的。这是小龙虾，这是大龙虾。Sit down, please. Italy means sit down, please. 哦，这记得了。应该是这样剥吧？我没吃过小龙虾，这样肉吗？哦，它的壳是钢铁盔甲，非常的。哎呦呦，剥开，剥开。嗯。还蛮新鲜，好吃的。我们来吃软壳蟹看看，看起来像很好吃。哇，好酥哦！我觉得讨厌剥虾子的人啊，软壳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我们现在来吃龙虾，你看那龙虾有多大只，但它其实蛮贴心，它可以请店员帮你分解，然后它其实后面也帮你剖开了。我们现在自己来 DIY。我觉得如果你有洁癖的人啊，你来吃这个，你看会有点崩溃。对，像那酱香都喷到我身上。你看，它整个肉就拉出来了。我要开动了哦。它肉很扎实，它很 Q 弹，我觉得爽度很高哎、欸！而且它虽然调味很重，但还是可以吃到海鲜的甜味。它真的剥得很干净，整个龙虾都剥光了。我们这次总共点了三种口味，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独家的蜜酱，我真的觉得就是那沙爹的口味，我好喜欢。它的鸡翅，这是套餐部的鸡翅，它是皮薄酥脆，然后肉很嫩，经典的好吃。它还有附工具，我们现在要来豪迈的吃龙虾。我跟你说，它真的会喷，所以你如果来，你就是要穿深色的衣服。看到吗？Oh no！ 嗯，那你的肉都被我挖空了，它很新鲜，就整个拔了出来，好幸福哦！我们刚刚已经把东西吃完，它也收干净了，现在来上甜点，这是椰奶布丁，哦，看起来很厉害。因为刚吃完那个有点重口味，吃这个突然觉得好清爽。哎，它椰奶的味道好浓郁哦，我觉得喜欢椰子的人应该会很喜欢这个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里为止。就是有兴趣的人呢，也可以来尝试一下，就是手抓海鲜的感觉。但是在这边提醒大家，真的要穿深色的衣服，不然会喷得不要不要的。
好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